什么事？老杨师傅的心脏病又发了。针刺麻醉工作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的体会还很肤浅，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怎么样？很严重，需要住院。小峰，你去找罗医生来看看。哦。小张，罗医生，你们的经验很好啊，希望在针麻会议上见到你们的新成绩。哪里哪里，向你们学习。罗医生，快到急诊室去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好好。老杨师傅的心脏过去在别的医院开过一刀，现在恶化了，我看马上送病房吧。嗯，也好，观察几天，等病情稳定下来就让他回去吧。回去？上海钢铁厂是我的巡回点，老杨师傅的病我是知道的，这次发病不比往常，不动手术恐怕解决不了问题。我的看法也是这样。这个病例很特殊，我看不忙做决定吧，免得被动。罗医生就是怕负责任。他是外科副组长，他考虑的可能更多一些。他呀，就知道介绍针麻经验，对手术越来越保守了。我对老杨师傅的病进行了一个阶段的观察，我一直在想，这种病能不能用针麻开刀呢？用针麻？对。李医生的想法是好的，很大的。那么你同意他的设想？可以研究。那就，不过要慢一步。目前主要的是总结经验。在这次针麻预备会上，我们的92例手术经验受到很高的评价。嗯，小丁，影响很大呀。我想再努一把力，力争在短期内完成100例，向针麻会议献礼。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和李医生研究一下，他是支部委员。嗯。不但要征求他的意见，还要向支部汇报，动员麻醉医生做好辅助工作，配合我们稳稳当当的拿下100例。这样吧，你到住院处去查一下，选一批手术把握比较大的病人提前入院，这样做合适吗？再说目前床位很紧张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好吧。老杨师傅，你怎么又起来了？李医生，今天你可管不着我了，我们要再见了。欢迎你再到我们车间里来劳动。怎么？你要走？我这个病啊，不是一下能治好的。尽管我不能在炉前劳动，可我这个技术参谋还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把力。
我知道你的心情。老杨师傅，我们一定给你做好手术，让你早日回到战斗岗位。怎么？给我动手术？嗯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出院通知书。老杨师傅，你千万不能走。罗医生。哦，李医生，我正要找你，关于完成100例。老杨师傅的出院通知书是你签的字。是啊，经过几天观察，病情已经稳定，我认为可以出院。这是错误的。看你，还是这个脾气。你看。老杨师傅患的不是一般的心脏病，肝功能又不好，这样的病人不用手开刀，光是麻药这一关就过不了，所以就应该推出去不管，对吗？不能开刀，住着也没用。老杨师傅的病药麻关确实过不了，但是为什么不能用针麻开刀呢？针麻？嗯，这样的重症病例用针麻开刀还从来没见过。是从来没见过，针刺麻醉本身就是个新生事物，我们的92例针麻心脏手术不也是从无到有吗？那么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一步，把老杨师傅这样的重症手术开成功呢？正因为有了92例的成功经验，影响很大，因此在目前情况下，选择病例更应该严一些，保险系数更应该打得宽一些，像老杨师傅这样的重症病例根本就不能考虑。罗医生，我觉得你这种思想倒很值得考虑，是我们创造出经验来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呢，还是让工农兵的病例来为自己服务？对待老杨师傅的病，我们应该采取哪一种态度呢？就是技术先进的国外，因为麻醉关过不了而造成的死亡率也是相当高的，应该承认这个现实嘛。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，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努力发掘祖国的医学宝库，就一定能够做到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事。李医生，你们年轻人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但是要知道虎总归要吃掉牛的。可是俗话说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好好，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吧，老杨师傅的床位还是要让出来。那喂，接外科病房。我不同意你这样做。难道我连处理一个病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那要看你处理的是否正确。我不能看着你们冒险蛮干，造成严重事故。老杨师傅的事就这么定了。罗医生，我认为老杨师傅的出院问题应该听听领导和群众的意见。你好吧。李医生坚持把老杨师傅留下来，做得对，顶得好，我们支持。这是医务人员对待工农兵病员的感情问题，也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。我同意陈师傅的意见。李医生，大胆的干吧。那好，执委会就开到这儿吧。李医生，这不单是治好一个老杨师傅的问题，应该看到这是保卫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、巩固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一场斗争啊。陈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是工人阶级的后代，我绝不辜负阶级的委托，党的培养。
支部完全支持群众的意见，要求我们不但在针麻上来一个突破，而且要在思想上来一次飞跃，那太好了。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，对同志、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。更新十几年前老杨师傅在你们医院开过刀，听说你是当年的麻醉医生，我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手术情况。呼吸吸呼吸呼吸李医生放着，这个任务我们包下来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哎呀，放着放着。哎，老杨师傅，我交给你的任务都完成了吗？哦，你要考我呀。你告诉我的都记住了。第一，切开皮肤；第二，切开肌肉；第三，第三切断肋骨。哎，第四，打开胸腔，然后我就做腹部深呼吸，吸呼吸呼，怎么样？你呀，还忘了一点啊？还有啊？嗯，还有。你忘了口渴的时候告诉我，我好给你吃橘子啊。哦，不光吃橘子，我还要学唱革命样板戏呢。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，愿。丁医生，老杨师傅可真乐观呐。你怎么？丁医生，听了老杨师傅的宣传，我也要做针麻手术了。哦，怎么，老杨师傅还担任义务宣传员啊？我当然要宣传的。经过文化大革命，你们带我们工农兵病员像亲人一样，这心里啊总是热乎乎的。十几年前我在沪江医院开过一刀，到现在都不知道谁开的。那些贵族老爷呀，根本不把我们工人放在心上，没病也给气病。不开刀还好，开了刀越来越厉害了。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不批不得了啊！现在，我不仅仅是你们的病人，还是你们的战友，是捍卫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战友啊！对，老杨师傅，我们共同打好这一仗。医生，我们一定要做好这次手术。可是用针麻。怎么，李医生？
是担心万一真马手术失败了。我相信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全力以赴，真麻关是可以突破的。昨天晚上罗医生给我翻了一大堆外文资料，出了很多难题。我们是应该把困难设想的多一些，但是也不能被罗医生的那些难题所吓倒啊。罗医生还说，如果老杨师傅的手术出了问题，就会影响整个针麻的成绩，这个责任。丁医生，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冲锋陷阵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够怕担风险而畏缩不前呢？再说老杨师傅治病不是为了活命，而是为了革命。作为医务工作者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再干上几年几十年呢。那么这些技术问题又怎么解决呢？技术问题要解决，可是老杨师傅的手术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，这里边有两条路线的斗争。不要迷信这些洋本本，让我们到群众中间去。穴位的镇痛效果很好，那手术的把握就更大。志华，你找我，我们到麻醉科去。哦，这个方案先请罗医生看一下，再拿到群众中去讨论。小丁，哦，罗医生，这么晚了还在研究手术方案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。很有想法，那么针麻措施也基本上准备好了。为了确保安全，李医生还准备增加一组新穴位。骆医生，希望你能支持我们的方案。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经过讨论，我们还是有信心的。小丁，我总要比你多拿几年刀吧。你看李医生选的几个穴位，就连最老练的中医都不敢轻易下针的，这个方案简直不可想象啊。经过反复试验，李医生已经掌握了一些规律。你别想得太简单了，要知道这次手术的关键是麻醉关，万一胸腔打开之后针麻失效，药麻又不能用，这个局面你怎么收拾？小丁，这几年你业务上进步很快，可不要摔在这一刀上啊。我倒不这么想。至于针麻方案，我再找李医生研究一下。深了，志华，已经超过规定深度了。现在的感觉是最重要的。小峰，你怎么不扎呀？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万一刺破胸膜。不要怕，为了老杨师傅的手术保险，我们就要担一些风险。扎吧。小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志华，你已经在自己身上试了那么多针了，再扎，就在我身上扎吧。正因为有了几十针的体会，就更有必要试下去。大胆些，扎吧。
出现心律不齐，我们就用这组备用穴位。那更好了。如果没有意见，就把这方案提交支部研究。罗医生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怎么办？不能再拖延了，必须提前进行手术。是啊。根据老杨师傅的情况，请大家发表意见。我认为，老杨师傅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应该尽快地进行手术治疗。对，我们内科同意，越拖下去对手术越不利。罗医生，你谈谈吧。根据老杨师傅目前的严重情况，我认为必须马上采取果断措施。对，马上开刀。不，马上转病房。转病房？立即转入内科病房，用药物和营养维持生命。不能转，老杨师傅的生命必须用手术才能挽救。必须转，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？老杨师傅的病你不是不知道，用药物已经无法控制，怎么能转到内科呢？这样总比在手术台上出问题好。只要老杰师傅的病还有1%的希望，我们就要用100%的努力去抢救他。罗医生，你没有权利拒绝给老杨师傅开刀。可是我不能不考虑后果。什么后果？一旦出了事故，我们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再说，我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92例手术经验，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我问你，92例的成绩是怎么取得的？这是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成果，绝不能利用它来追求个人名利啊。什么？我追求个人名利？我是怕人家说我们在病人身上搞试验。罗医生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知道吗？李医生为了治好老杨师傅的病，他翻了多少资料，跑了多少医院，熬了多少个通宵，还在自己身上扎了多少针呢？他说宁可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万针，也绝不能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。让我来说几句。让小冯说下去。小冯，你说下去。你讲。不，小丁是主刀医生，他的意见是重要的。小丁说吧。本来我以为罗医生是对老杨师傅负责，可是我错了。这些天来无数的事实教育了我，亲眼看到李医生为了老杨师傅的手术安全，冒着刺破胸膜的危险，硬要小冯在他身上试针。这难道是拿病人做试验吗？可是你罗医生，你为了凑满针麻手术100例，竟要我到住院处去挑选一批有把握的病人提前入院。你为了要开明理刀，却要把老杨师傅这样急需手术的重病人赶出去。罗医生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你怎么还是这样呢？我搞100例也是为了发展针麻嘛。你反对李医生用针麻开刀，对老杨师傅见死不救，这哪里是为了发展针麻？这未免太过分了吧。一点儿也不过分。不要以为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，就没有斗争了。不，无影灯下从来就没有平静过，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和我们争夺这把手术刀，
如果我们放松警惕，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那么修正主义路线就会在我们这里复辟啊。就拿老杨师傅来说吧，十几年前老杨师傅因为心脏病住过一次医院，那个医院叫沪江医院。沪江医院？对，当时老杨师傅的病经过药物治疗已经基本好转，可是有一个外科医生为了个人名利抢开刀，匆匆忙忙地把老杨师傅送上了手术台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由于这个医生手术草率，反而给老杨师傅的心脏造成了损害，出院后老杨师傅的病情不断恶化，才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。今天难道我们能忘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，忘了工农兵对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控诉和批判，再把老杨师傅推出医院的大门外吗？我们继续讨论吧。我保证稳准轻快地做好这次手术，我们内科一定积极配合。我们保证做好辅助工作，只要我们有毛泽东思想，指挥银针和手术刀，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。对对，我们一定做好这次手术。院党委很重视老杨师傅的病情，研究了你们的方案，认为可以提前进行手术，但是把困难要设想的多一些，措施搞得更周密一些。可是罗医生，对他的名利思想要继续批判，同时也应该认真帮助他，让他在实践中接受教育。对，我再找他谈谈。罗医生。李医生，十几年前给老杨师傅动手术的就是我，想不到那次手术竟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罗医生，光有内疚的心情是不行的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，党把很多医务人员从错误路线下挽救出来，希望他们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，可是这条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到底的。过去我确实是走错了路，可是今天我……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今天，你过去抢开刀，今天怕开刀，表现不同，实质都一样，都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。为什么在老杨师傅身上重犯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呢？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吗？院党委明天将要给我动手术了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你们为我的病考虑得这么周到，我是充满了信心的。我感谢党，感谢毛主席，我一定和医生密切配合，做好这次手术。万一手术失败了，希望你们很好总结经验，从失败中看到胜利的方向。
是老杨师傅的决心书，院党委要我们好好的看一看，学习老杨师傅的崇高思想。想不到我又走了一段弯路，世界观的改造可真不容易呀。做腹部深呼吸。好。心电图怎么样？正常。好。罗医生，啊，陈师傅，手术开始了。手术开始了，病人感觉很好。啊，罗医生，在这种时候，你可不应该站在门外边啊。可是同志们会怎么想呢？大家都在为抢救老杨师傅进行战斗，可你还陷在个人的小圈子里。你应该清楚，同志们痛恨的是资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。只要我们从错误路线划清了界限，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，同志们是欢迎的。你是上海钢铁厂，手术已经开始了，我们一定尽力做好老杨师傅的手术，你们放心吧。情况良好。
杨师傅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很好。罗医生，你也参加了今天的手术？不是，同志们给我做了一次大手术。针刺麻醉手术是新生事物，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才有今天更高的发展呢。我感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这银针体现了毛主席对工农兵的巨大关怀。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，让这古老的银针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。